下面呢，请您欣赏《造图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，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，谢谢。这个又吃胖了哈，又瘦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孙老师瘦了，对，换个眼镜啊。好久没有演出了，又一次站在这个北展的舞台上。是，今天是封箱啊。对，往年封箱后台满地的这个羽绒服，哈哈。今天没有想到这个封箱这么的春啊，春天封箱也是想象不到。我们俩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，对，也是很久没有在一起演出了。我记得是上一次演出是在某晚会上啊，春晚哈。对。哎呀，上个春晚，那个特别高兴，特别开心啊！就会说这个，没有那个意思啊。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说相声，是特别开心，特别好啊！啊，这个在座的观众可能都累了，对，因为我记得我们去年跨年演出的时候，我们俩上场是在11:30以后，也差不多。今天上场是12点了吧？12点了，嗯啊，59哈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说啊。今天这个时间呢，给我们稍微的多一些啊。对，这个朋友们有想上厕所的赶紧去啊。对，我怕一会儿大家都累了。对啊，醒醒盹儿。我们两个呢也喜欢说相声。是，说相声站在台上穿的这个衣服呢，我们这叫大褂。哎，对啊，里边还有裤子啊，多新鲜呢。我怕有人不知道里边穿的是什么，我还得展示。这裤子改旗袍了，干脆展示一下啊。嗯，穿的这个大褂，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啊，很少穿这个大褂啊，不方便。嗯，不方便，走哪儿去也不方便。嗯，穿这个唐装的时候比较多。中式啊。哎，中式，参加很多活动。哦，还有活动。前段时间我穿这个中式，参加一个活动。什么活动？哎，好事儿啊。那您说，烧饼家里的事儿。哦，我们那个饼饼。哎，饼饼烧饼给他爸爸办满月，那天我们都去了。我穿的这个中式，呵，您等着，这都什么撵财的招啊？给他爸爸办满月，往反了办。烧饼能给他爸爸办满月吗？你说的，烧饼的爸爸给烧饼的弟弟办满月。烧饼他爸爸又生一个二胎。那烧饼他爸爸的好心天天不就这个了吗？不耽误，啊，老当益壮啊！给烧饼的弟弟办满月，是，我们都去了。我跟烧饼师兄弟啊，对，我们这关系，我到那儿应该干点什么？您说，您想帮个忙？对呀，那您来点知客，知客，大了，对，招呼招呼客人，对，这活我干不了。说首先认识的人得多，二一个你得能说会道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会说。对，我稍微得差一点，我这个眼力劲儿不行。啊，这倒是，是不是？我干不了这个。除了这个，我还能干点什么？哎呦，哎，人家有那个收份子那个啊，收礼的，你给人记的账，算账啊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哟，瞧这模样，我算账可太会算了。哦，这眼力劲儿有。哎，脑子特别的快，是，而且手也快，手快。那当然了，数钱啊，算账啊。哦，数钱，手快。哦，当天人特别的多，是，收账收了也特别的多啊。就这些账，我算了3天3宿。啊，一天的事儿算三天。哎，3天3宿没睡觉。这脑子是快吗？这。哎呦，我这眼睛啊，都有红血丝了。熬的。啊。哎，红血丝都能抽出来那种。您查查有没有血吸虫吧。什么词儿？这个。好家伙。后来把这个钱交给了烧饼的父亲，得给人家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烧饼的父亲啊，说我这人不地道，他用这个手骂我。废话，这手骂不了啊，可不用这手骂你吗？哈，不是凭什么骂你不地道呢？说我昧他的钱，你说这老烧多气人。你看这起什么名？老烧，老烧多气人，昧他钱啊？你收人份子昧人份子钱了啊？我3天3宿没睡觉啊。我没问你这个。眼睛都有红血丝了，我的红血丝都能抽出来呀、啊！你活该你，不是
你收份子收了多少钱？19万。哇，19万。嗯，那你给老邵多少钱？我给老邵7300，差不多了吧？可以了吧，朋友们？我3天3宿没睡觉。你等会儿，我这眼睛，您等会儿都有红血丝了。等会儿，我这红血丝，你先等会儿，都能。你别那，19万，给人家7300，你给人提成了是怎么着？你还抽红血丝，你活该呀！你死不死你？早该骂你，我告诉你。他爸把我告了，早该告你。法院让我还给他，多新鲜呢！那我就还给他呗，还人家，大不了就是一场玩笑，是一场玩笑。哦，好，这么些钱是玩笑，我跟我们后台亲爱的饼饼还能继续走动。哎呦呵，哎，哎呦，您说除了这个，我还能干点什么？什么您呢？还能干点什么？嗯，就再有这事儿，谁还敢叫你啊？我会的多呀。您还能干这么着吧？嗯，您啊。别沾人，别沾钱。嗯，您就是那个后厨帮忙去。后厨帮忙。嗯，你还别说，这活儿我还能干。后厨活儿你也行。我打小就跟着我父亲在后厨干活。哦，跟着父亲干。对啊。哦，我父亲原来就是一个厨师傅。什么？什么叫厨师傅？这仨字儿，朋友们也笑。听过相声吗？听过相声吗？废话，你要不厨师，怎么还厨师傅？我父亲不是一个正经的厨师。哦，流氓厨师。什么叫流氓厨师啊？什么不正经厨师？没有证件，没有厨师证。哦，野厨子。你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？这大家听得懂。北京啊，北京有一个葵花饭店，里边有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的父亲，知道吗？什么饭店？那无所谓啊，反正北京有个饭店，里边有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的父亲。哦，葵花饭店岳师傅。嗯，葵花饭店岳师傅，我记得有四个姓岳的呢。葵花饭店里边那个满脸麻子那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父亲。哦，满脸麻子那是你，对，你父亲。嗯，有仨满脸麻子。葵花饭店满脸麻子戴个眼镜，那是我父亲。哦，满脸麻子戴眼镜有俩。葵花饭店满脸麻子是个瘸子，一条腿，那是我的父亲。你非得给我多找一爸爸是不是？这一条腿还瘸子，太难了。等于就是瘫的，那条腿没断利索，真难呀！我跟你说，坏了，这怎么给人当厨子去？坐着轮椅炒菜是怎么着？坏了，刚才我说了个什么？这是瘸子，还没条腿，完了，后边都是我父亲，这怎么办？行了，就是岳师傅是您父亲啊，岳师傅，哎，哦，我北京人呐，我打小生活在北京的南城，那会儿啊，您等会儿，我真没瞧着，您打小生活在北京南城，对啊，南城哪儿啊？啊，南城哪儿？那个郑州胡同吗？北京有个郑州胡同，你忘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郑州胡同挨着哪儿啊？你别补我嘴，闭嘴！郑州胡同，闭嘴！不要。北京南边全算南边，北京南城嘛，没听说过。您别胡说。郑州那边嘛，哎，这好，那算南城啊，嗯。快过黄河了，都快！你怎么改朱和松了？你怎么？万幸吧你！这要老朱到现在，他爸爸还没出来呢。真是，哎，打小，嗯，我跟我父亲干下手活，知道吗？你父亲包厨，你给打下手活？对啊，哦，那就你就是包葱包蒜呗，那叫碎活。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，下手活啊，切菜切肉，那叫墩上。哟，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，哦，蒸馒头和面，那叫面二。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，什么叫下手活？就是我爸爸拿什么往出带什么？哦，偷啊！好，偷人家的。你让什么？让什么？怎么了？偷，不能叫偷，那叫什么呀？浮。哦，还有行话。哎，这是我爸爸设计的行话。哦，浮，缝完了东西要走，不能叫走，那叫绞刑。哦，偷完就给勒死。
什么叫勒死？绞刑没掉下来给你们？拿绞刑走。哦，绞刑。哎，好家伙，这是在我小时候大概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就干这活。哎，有一年冬天，嗯，我跟我父亲出去给人干活去。是，人家本家生了个孩子。哟，哎，这村里，在那个郑州市啊，大城市。你这村里就村里，城市谁摆流水席呀？您琢磨，对不对？谁找野厨子玩意儿？搭起了大棚。我一会儿说北京话还是说河南话呀？河南话。郑州话啊，这个搭起了大棚，大概有四十来桌。哦，流水席四十桌啊！我跟我父亲就去了啊。白天啊，忙活了一整天。是，晚上，嗯，人差不多都走了啊，帮忙都散了，就剩我跟我父亲了。你们俩人那会儿我十三四岁呀，啊，十冬腊月大雪纷飞，我们俩准备佛。这跟天气有什么关系？后边有用啊。哦，哎，我父亲，你瞧呵。啊，对，腿瘸哈，对，少条腿瘸，太难来了，这是报应，这就是。我父亲瞧差不多了啊，这是差不多了，喊我，嗯，哎，啊，把他扶起来。我说北京话，这是河南话，就是把他扶起来。啊，这我们听懂了啊！富起来哦，富起来，富起来，佛什么呀？我一瞧什么呀？嗯，五斤牛肉。哦，佛点肉，哎，牛肉，佛起来。这怎么佛？贴在这个前心上。哦，就贴在肉上。哎，我穿了个大褂，大羽绒服。哇、哦，贴在这儿看不出来。那掉了怎么办？挺着点啊。像你这儿永远掉不下来，知道吗？我们家也不干这缺德事儿，我告诉你。嗯，往前走。是，父亲瞧差不多。哎呵，嗯，哎，怎么了？把它扶起来。又扶什么呀？我一瞧，五斤羊肉。那羊肉怎么也贴在牛肉上？那这这么高的前面？对呀、啊，那不行。嗯，贴在后背上。那贴不住啊！你这前面顶着，后边掉了怎么办？哎，他说对了啊。嗯，待不住。多新鲜呢！把它铺在这个桌子上。嗯，弄俩铁丝儿。这边勾住了，这边勾住了，这边勾住了，嗯、这边勾住了，嗯，往这一套，穿过吊带吗？没有。你也穿不了。是啊，缺德人家才这么干的。吊带效应。哎呦呵，哦，羊肉牛肉吊带的。哎，掉不下来，也不用挺着了。哎，行，这多棒！往前走一瞧，呵，我父亲说了，嗯。把它扶起来。那你爸爸眼界真宽。扶起来。啊。哎，我一瞧啊。什么呀？二斤猪油。哦，就那猪板油。哎，冻上了。硬的呢，冬天。切开了。啊。贴在两肋上。你这个人呐，这儿是有凹槽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对不起，没有侮辱您的意思啊。这，没有。你这就是侮辱我呢。哎，您这有个凹槽。哦，哎，贴在两肋，贴在两肋上，嗯，看不出来。哎，衣服一绷就一系。哎，行，往前走。父亲叫、嗯、呵，把它扶起来。又扶什么呀？一挂大肠。哦，猪大肠。猪大肠。这怎么扶啊？系在腰上。哦，改腰带了。当腰带。哦。再一瞧，嗯，把它扶起来。你爸爸眼睛挺好使。一瓶子香油。啊，这简单，喝了就完了呗。喝了回家还能用吗？哦，回家还得用呢。你废话，废话。那怎么这香油的液体那玩意儿怎么弄？把猪大肠解下来。怎么着？倒进去。哎呦，哇！你等会儿，我刚想，那猪大肠两头通的，倒不就流地上了吗？那什么意思？你得有一头，你得系上啊。你是不是佛过呀？你是不是佛过呀？我都多余大理你，我告诉你，小佛佛，谁小佛佛？这老瘸瘸，你父亲，那小佛佛，真行。这边哎，这边得系上，多新鲜，那不漏出去了？要不然流出去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倒完了，这边也系上，是，系在腰上。呵，好，往前走。我爸爸还挺爱走。我父亲不怎么动，是吧？往前蹦就是。对，就是天书奇谈的意思。哎，啊，怎么着？孩儿啊，孩儿啊，孩儿啊，把他
富起来。你们这口音，你们口音都不对，学这干嘛呀？富起来，我一瞧什么呀？嗯，粉丝，粉条子，泡好了的粉丝。那软不太的，那怎么那浮浮起来？那怎么浮？哟呵，捞出来，缠在脖子上。您等会儿吧，缠脖子本家不瞧出来了，缠着粉丝呢。再带个围脖啊！哦，冬天啊啊，有用有用，对对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哎，冬天用上了啊。我一瞧，呵，这有个东西，什么呀？我父亲说了啊，孩儿孩儿啊啊，是，把它收起来。哎，我一看，一碗淀粉。您等会儿吧，这怎么浮？我就纳闷，淀水淀粉啊，那都泡开了，怎么浮那玩意儿？冻上了。冻上，冻上了淀粉，小冰坨子拿出来，放到脑袋上，那人不瞧出来、啊？再戴个帽子呀，哎，高了，看不出来哦。哎，朋友们，我那个下身啊，嗯，穿的是裤子，哦，不是裙子，不像今天这种裤子，那是什么裤子？底下扎腿的裤子，哦，松紧腿的扎腿。哎，对了，哎呦呦呦，裤腿里啊、嗯，这裤腿怎么样、哎？哦，怎么着？放大米。我当口到腿里，对，哎呦呦呦，大米是这个腿里头怎么样？花椒大料，把自己围上了，这是花椒大料，它比较松啊，比较松的时候啊、嗯，它扎得慌，多细呢，八角那叫，那可不扎得慌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蹲一蹲，啊，蹲一蹲，好的，然后怎么样？拿小米溜缝，这粉蒸肉的配方，这是。行了行了行行了，你爸爸就一条腿，我告诉你，但凡两条腿就不用你了，我告诉你，我都怀疑人打折了的，那是差不多了，多新鲜呢。哎，我父亲往前一蹦一瞧，嘿，一蹦一瞧，好好词儿，往前一蹦一瞧、啊、我今天绝不笑场，各位，我就一蹦一瞧，你今儿绝不孝顺，这是。这不算，这不算，有一火锅，火锅，哎，铜锅子，铜锅子，干嘛？这也浮啊？孩儿啊，孩儿啊，嗯，把它浮起来，让你爸爸浮，蹬头夹腿用去。没听说过，这边真腿，这边是个火锅。这怎么上大街那个？行行，那那样怎么出的门？我的那怎么浮火锅？你浮的那怎么浮？顶脑袋上？那能顶吗？顶得住吗？那怎么浮？您问问，什么都要，能浮？怎么浮？您说说。哎，铜火锅啊、嗯，两边是有耳朵的，这就提手吗？找一铁丝，这边系上，这边系上。嗯，我本身有一个特别厚的腰带。嗯，怎么着？火锅弄开了，骑马蹲裆式。哇、哦！下边，这下边就是火锅啊！啊，各位，注意细节，这都是细节啊！别教这个了，你这还细节。这是耳朵，嗯，屁股后头这是耳朵，嗯，知道吧？铁丝儿俩钩蹬上来，嗯，绑在腰带上，你不能绑到那个大肠上，这是细节啊！万一给大肠扎漏了呢？嗯，后边也是，嗯，哎，系上，两个手从后边系，这样这样系。系上之后看看，当，说明这个比较紧，哦，绷住了啊、哦，当，说明比较紧，然后，那管什么用？大罐一放啊，慢慢慢慢站，哟呵，慢慢站，哎，火锅提了起来了，提了起来了，哎嘿，没有两条腿干不成这事儿，对，是是是是是，哎呀。我父亲都比较羡慕，那是那是，哎，那你父亲什么都没拿呀？可，他一条腿，他拿什么？行了，拿条假腿呗。你不要再说话了，哦、小猪啊！我也没想到你父亲是个瘸子。嗯，我父亲一瞧，差不多了，多新鲜呢！哎，啊，脚行啊，就走吧，让我走，这是我亲爸爸呀，多新鲜呢！啊，我这浑身上下好几十斤，我怎么走啊？让你这废话都比他走强、啊，你还走不过一条腿的。当时我十几岁啊，哦、我这怎么办？啊、嗯，假装掏耳朵，哎，
走得慢。掏耳朵为什么走得慢？你见过刘翔在赛场上掏耳朵吗？不可能吧？掏聋了吧？那哎，我是老父亲。嗯，你先走。对，你先蹦，应该是。我是老父亲。那你先蹦，对吧？你先蹦。对。哎呀，行了，就往前蹦。是，他蹦得不太稳。废话，一脚就能蹦稳了。一不小心把边上有一铁锹啊，弄躺下了。碰躺下了、嗯。您说您给他立起来不就完了吗？嗯，他不紧。怎么呢？他让我弄。哦，他立不起来。哎，行。哎，啊，把他扶起来。哦，扶起来。他说让我把他扶起来。是，我听岔迷了。你听成什么了？让我把它缝起来。什么都要，我这怎么缝啊？啊，那是我亲爸爸呀，多新鲜呢！我得听他的呀。是，中吧，啊，这缝，骑马蹲裆式啊，对，慢慢来，把火锅先放下啊，可以平稳着陆啊。啊，嘿，好，哎，哎呀。我看这个铁锹啊，嗯，头啊很长，铁锹棒，哎，这个铁锹头，嗯，咱要铁锹棒，咱就不要了。木头棒哪儿都能配，不值钱。是，但是我得卸下来呀。对呀、啊，朋友们注意细节啊。啊，把铁锹拿过来。啊，还不能动。哎呀，很微妙的一种动作。扎屁股一会儿。这个腿，嗯，走过去。是踩住了铁锹头，那铁锹铲子头，哎，啊，这个手怎么样？攥住了铁锹棒，攥住棒。这个手怎么样？在它的关节处，就那削子那儿吗？嘎球，这词儿真老气，听着，嘎球，嗯，不能动啊，各位，不能动。怎么呢？不能动，一动，这里边这两块猪油容易掉，真难呀、啊。嗯，因为我这个姿势是夹不住那个猪油的呀。是。哪行都不易，你看都不易啊，对不对？脑袋动静也不能太大，怎么呢？上面有冰坨子呀，就得给甩出去。你瞧这模样，这姿势很难拿的，是，很难拿。我还以为四大天王呢，我正尬笑着呢。好词儿，本家过来了。哦，本家主人来了。哦，正常人。干嘛呢？啊，我父亲赶紧过来了。哎呀，真忙的，大爷啊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是早上跟我一块来的，您忘了吗？嗯，哦，早上跟你一块来，早上来的时候没这么胖啊。胖我们这孩子有个习惯，什么习惯？吃完了饭他就胖，而且特别胖，吹起来了。啊，那行吧，那什么，岳师傅，咱准备了是多少桌呀？多少桌？35桌。哎，啊，35桌，35，不是40桌吗？对呀、啊。怎么35桌了？那5桌呢？少5桌。我心想，那5桌啊，啊，在我这儿呢。是，都在您身上呢。本家瞧出来了啊，跟我父亲说，哎，岳师傅，嗯，咱啊算算账吧，我觉得这不对劲儿。哦，要算账，合理的要求。是我父亲很聪明啊，哎，大爷，嗯，算账可以，嗯，让我那儿子呀先回家吧。哦、啊，怎么能让他先回家呢？啊，一会儿啊再请他吃一顿，我看看他到底能有多胖啊。怕赃物跑了，走。其实啊，人家看出来了，是，我就说了，还这姿势，又起来了这。大爷、啊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走吧，就往前走。大爷，不行，怎么呢？一把把我拽住了，你回来。哟，他这么一拽不要紧啊，他整拽我后腰上。我这个后腰啊，有一个特殊的腰带。那香油大肠。香油大肠。哦。他这么一蹬，往前一倾。给我拽折了，顺着我大腿往下流油啊！哎呀，这点米就吃不了了，这是。哎呦，本家大爷说了，呵，嗯，你们这孩子行啊？怎么呢？够肥实的啊！顺着大胯往下流油，呵，岳师傅，咱别废话了，是，赶紧去算账。算账，拉着我进了一个屋。好，哎，里边有个八仙桌子，嗯，两边两把椅子，账房，正中间有一个火炉子，火苗子1米多高。嚯！我进去之后就站在门口，有一个棉门帘啊，我不敢进去。为什么呀？里边热呀。热怎么了？我脑袋上有个冰坨子呀。
一会儿化了怎么办呢？还好，是不是？还是想得仔细。我就站在那儿，本家大爷跟我父亲在那儿算账。是啊，这个账假装算不上来，怎么的？扒拉扒拉算盘看看我，扒拉扒拉算盘看看我，就贼着你。我紧张啊。嗯，大爷说了，哎，小伙子，嗯，来站这儿了，这儿有火苗子，这儿暖和。我说大爷，我不去了。哎，往里让，过来。那我得去啊。好，慢慢挪吧。那可不是吗？这有火锅啊。哎，这这这这，谁问你？往那一站，往那一站。没有三分钟坏了，怎么呢？从外边进来一股啊扫地风，哦，就门帘子底下吹进来的啊，吹进来一股风。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件事儿，什么事儿啊？刚才那火锅啊，啊，炭没到。你着的什么急呀、啊？这是，我也确实着急了点。哦，炭没到，炭没到，嗯、啊，扫地风一吹进来，怎么样？那个炭啊，冉冉的升了起来。好，哎呦呵。我感觉这个大米呀、啊，怎么样？逐渐的烫了起来。是，一会儿改米花了这。右边怎么样？这些个花椒大料的味道怎么样？我闻到了，多新鲜呐！加热了，逐渐的往上走。哎呀，你知道那个花椒大料它热了之后，嗯，它响，啊、哦，噼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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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到我裆部。哎呀，这成，就感觉哎呀不行了。是。哎呦，难受！哎呀，热，再加上我边上有一火苗子，对呀、啊，一米多高啊，热呀，越来越热，越来越热，是，脑袋上这个冰坨子啊化了，哎呦，当时我戴一个帽子比较紧呐、啊，是，我把帽子挪一挪，这一挪不要紧，怎么呢？哎呀，那个淀粉那个汤就往下流啊，哎呀，哗，流一脸，哎呦，大爷一瞧，呵，月儿，咱别算账啊，看看您的孩子脑袋是怎么回事吧，怎么了？怎么直流脑浆子呀？脑浆子。这世界很酷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卖吊票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，感谢各位的热情掌声啊！今天我们上场时间比昨天早了10分钟，哈哈，但是后边的时间啊、所剩无几，但是我们还得说，还得给大家说完整了。刚才是京剧连唱，对啊，真是好听啊！大伙儿可能对我有一点点的陌生，有人说，有人说你会唱京剧吗？你会吗？我当然会，而且我唱的比他们都好。您不这现在怎么着唱的比现在不行？很多人都说你不是说相声的吗？你不是说相声明星大巨星吗？但是不是啊，各位？没人说。我自认为哈、啊，自我良好。我最早几十年前，我是一个唱戏的，知道吗？几十年前，您会走道吗？什么叫会走道吗？几十年前，你多大呀？你看，你以为我多大？我吧。您啊，您顶多本命年36到头了。No， 我今年84岁。84，老艺术家，我之前活跃在相声的舞台上，但是我隐瞒了年龄。我们说相声也不查岁数，你隐瞒他干嘛？隐瞒年龄，最早我是唱戏的，84了，京剧演员，认识我吗？我在京津上特别的红，特别的火。哪儿？京津上。京津。京是哪儿？北京。津呢？天津。上呢？上海。我特别的红，那叫京津沪。无所谓，反正特别的红。我给你，认识我吗？啊？认识我吗？可能就是30年前认识的，84的不认识啊。我给你提个人，你就知道了。我、哦、提个人，我得认识你了。哎、哦，小智子。哎呦，我知道大痦子。谁叫大痦子呀？谁叫小智子呀？魁智子。魁，于魁智啊？你是于魁智啊？你受什么刺激了？于魁智这是？啊？
于辉志埋底的死八天跑着都比你好看。你瞧这模还于辉志，你瞧这大脸盘子，怎么于辉冒辉冒充于辉志了？真我说我是于魁智了吗？你说的我于魁智，我给于魁智蹬三轮这多少年了？你算算，于魁智不坐三轮的多少年了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您是工友啊，合着过去的事儿。哦，哎，过去我也是科班出身呢。您是科的嘴，这是啊。你听上一个版本也是科班啊。嗯，别起哄、啊。哦，这是个包袱啊。那当然，跟哪能一样。非得把他痛快了。行了，八十四注意身体吧。怕你们困，我也是科班出身的。哦，科班。过去老北京啊，嗯，有一个科班。啊，戏社就是。哎，戏社一个科班，一共这么七科。啊、嗯，哪七科？喜连复盛世元运庆生平，这么七科，知道吗？您是不是不识数？这不十科吗？就办到了七科，后三科没有办。哦，庆生平没办，对不对？哦，其实呢，转入地下。不是唱戏怎么这么大危险呢？继续办了七科。哦，后续七科。对了，那这七科都什么字儿？一场不看都难受，七科。这后七科真水，听着啊。哦，一场不看都难受。对，您是后七科的。对，您是哪个字儿啊？步子科。步子科。哎，我们大师兄毛不易。哦，岁数也不小了，看这意思。没，他也八十多了。哦，好好好好，那他叫毛不易。对，那您叫什么呀？不群。那您贵姓啊？月。哦，那您八十四都往小的说了。听说过吧？嗯，岳不群。是是是。红不红？红红红。京津上京沪。哎，红红红。啊，是是是。了不起，您是腕儿啊，唱戏的，经常跟这些个唱戏的在一起聊天，哦，在一起玩耍。哎呦呦，还玩耍还？对，嗯，刚才碰到了郭老师，嗯，哎，重捧的郭老师了啊、嗯。我几十年前唱戏，嗯，郭老师说哪天你唱一回，我们都听一听。对，我听他这句话，怎么着？我唱一回，听劝。哎，唱一回，之前我们俩就聊过。哦，之前。哎，前一段时间我办了一个专场。哦，办专场的，办专场啊！哦，我找到北京有一个保利剧院，找那个经理，找经理跟他聊一聊。您这身体不适合去那地儿了，知道吗？不群可以了。去哪儿？什么叫保利？什么剧剧院？讲话，你这嘴快系上了都。废话，这玩意儿多牙碜，你说呢？保利剧院。哦，就保利大厦那个。哎，找他们经理，我说经理你好。我这礼拜五、礼拜六要在这儿唱两天戏，可以吗？哦，约场地可以吗？我现在可以交定金。哟呵，有钱。经理说了，啊，不行，这礼拜已经约出去了啊。哦，定出去了。小鱼子要在这儿唱戏，小鱼子。小鱼子谁？于谦。你管于谦叫小鱼子呀？那小鱼子谁呀？佩瑜。王佩瑜。哎，著名的女老生。对了，上海京剧院那个。上海京剧院，哦，人是个女的，人唱老生。是。我是个啊，无所谓吧，但是我唱的特别好，性别不详啊，但是我唱的特别好啊，是是是是，江湖规矩咱们不能给人家破了，你不能呛地去。好，那我换一个地方，您换剧场吧，国家大剧院，呦呦呦呦，就是那个巨蛋那个啊，特别大，哎呦，哎，我要在那儿唱戏，呵，找他们经理，我说经理，我要在这儿唱戏啊，嗯，现在可以交定金，这礼拜啊，怎么样？人家同意了，这就同意了，回家我就写海报。您等会儿，岳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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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看哪位角儿自己写海报？自己写的海报生动，哦，就描述的好。那当然了。我看您怎么生动。我自己写海报啊。是，亲爱的、敬爱的戏迷的朋友们，注意。戏迷的朋友们，您知道人家爱听不爱听啊？哦，多了一个的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亲爱的、敬爱的戏迷朋友们，是，注意了啊！注意，大字报这上啊。著名的京剧的大个儿表演艺术家，干嘛还大个儿呢？显得阔气。哦，这是岳不群（括号先生小姐）让他们自己填，自己没准主意。哎，要在这儿唱戏。哪儿哈？这儿哈？你还别说啊，嗯，那哈还真不会写。哎呀，什么文化这是？拼音哎，哈哈啊！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要在这儿唱戏是。
岳不群的戏怎么样？那唱的真是啊，好极了。哦，这是赞美之词，特别的好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岳不群怎么样？打小瞧戏，真难说着。打小瞧戏，现已成精。什么？现已成名。哦，成名。嗯，这礼拜要在这儿正好唱戏。哦，这礼拜。嗯，哪天？真的。啊，这没人怀疑你，还真的。哎，唱几天啊？啊，五六天（括号）啊，三天。这个啊，三天特别管用。您是不会算账呢？那五六天那都一礼拜了，怎么有三天了呢？三天啊，五六天啊。怎么就五六？五六天啊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啊。那叫五六日。我不喜欢那个字。你看心里的坎儿过不去，你说还不能释怀呢，你说五六天（括号）啊，三天，干嘛还啊三天呢？感叹一下，呦呦，哎，海报贴出去，这人往这一看，看海报，嗯，岳不群要在这正好唱戏，嗯，啊三天，旁边有个骑自行车的什么，哟，把自行车往那一支，走过去，岳不群要在正好唱戏啊三天，这就俩观众了。您这就靠口传这俩观众。这什么时候能卖满了？这个什么能卖满？哎呦，火着呢！哎呦，火着呢！哎呦呦呦呦！底下三出戏码，啊，三天三出戏。哎，都什么戏啊？第一天，嗯，五加皮。您是得喝点药酒了，嗯。喝什么药酒？五加皮像话？五加皮吗？五加坡，五加坡。嗯。二一出，色狼探母。这戏您来得了吗？啊，您来这母，我来探，探差点了，您色狼探母像话？谁说色狼了？你说的四郎杨四郎杨艳辉啊？哦，四郎探母，刚才我赵小帆那个哦，四郎探母是是是。哎，第三出呢？三出是什么套啊？什么？忘了什么是？几个字啊？仨字什么套？这么别扭，听这名字，它是连环套，连环套，没有儿化音，八十四都注意点身份吧啊！连环套，哦，窦尔敦那个时候啊，连环套，哎，哦，底下有票价，啊，票价，嗯，您怎么定价？我听，我一打听，王佩瑜啊，最高780，哎呦，不便宜了，我得比他高啊。您比他高，我身份比他显赫。您凭什么比人家高？这会儿打什么喷嚏啊？我不是我骂街了吗？你就打喷嚏？不是您怎么就得比人家高？您这什么心态？这都是我老啊！你老管什么用？你老随份子送你走呢，还不如。是的，不是您这玩意儿，您别瞎定票价。我不是，咱这么说啊，咱俩这站台上，咱也认识这么些。王佩瑜780，我多少钱？让您说。呦呦呵，您说您说，不是你让我说啊啊，咱可一码归一码，不能生气啊啊。嗯，我琢磨琢磨，咱也别亏了你啊。嗯，好不容易演一回，嗯，这么着吧，咱这骂人了吗？这850，您这么着，您听我的，岳老啊，嗯，咱们薄利多销。6块钱一张票，完了呢，您呢自费呢把那个剧场改造一下，把这个座全拆了，换成电动的那种按摩椅，完了观众呢在这泡着脚按着摸，配一足疗的，配一掏耳朵的，完了茶水管够啊，点心随便吃，完了后边的大屏幕放这个《金刚大战哥斯拉》，您在前面爱唱什么唱什么，我就不信卖不满。怎么样？6块钱不少了，好个屁好！6块钱一个月，一个月会员呢。我岳不群是6块钱，怎么了？无论前后排，怎么着？犄角旮旯，嘎嘎啦啦，哎呦呦呦呦，都算上，怎么着？一律1000块。哦，你不去，有人去。我明白，就是整场包场1000块钱是吧？你回去算账吗？不是犄角旮旯算满了，不是1000块钱吗？每一张票1000块钱。什么您呢？啊，瞧你这么个玩意儿，1000块钱，我去泰国不好吗？我，真
行你怎么真敢要价的玩意儿？完了，宋老师你完了。我怎么就完了我？你不知道我脾气多大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红。你哪儿红啊你这？大海报贴出去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戏迷都知道我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，而且三天他们都往北京来，都往北京来。有这么大号召力吗？当然有了。嗯，石家庄知道吗？知道，石家庄我才不知道，戏迷朋友太多了，是是是，都往北京来啊、嗯！火车、汽车、高速啊、嗯，有的摩托、骑自行车，还有人跑步来，200多公里跑来啊，都为了看我呀，就为瞧你。那当然了，哦，内蒙古，哦，蒙古，好家伙，戏迷朋友太多了，那边听戏，火车坐不上，嗯，高速堵车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骑马。内蒙倒是产马，蒙古有马啊，骑马上高速。我骑马上高速啊！哦，而且马有 ETC， 什么您的？粘在脑门上是怎么着？这玩意儿？哈哈！哦，马走 ETC， 嚯！咕哒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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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矮马啊，滑出，越过去那个栏杆啊，那个马蹬哎，响一下，你这越过去栏杆响一下管什么用啊？响一下栏杆抬起来得。不用抬，等不及，马等不及，马等不及啊！马脾气多爆啊！哎呀，马走高速都往北京来，内蒙的都为了听我呀！瞧你，那当然了。哎呦呀，武汉知道吗？武汉知道，武汉戏迷朋友太多了，那边哎，都往北京来，是开车的、坐车的、骑车的，嗯，骑摩托的，到得了吗？火车可以，对，坐火车。现在高铁多方便呢，嗯，但高铁站人太多了，对呀，火车站站长吓坏了。站长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啊，你们都要去干什么呀？哦，你说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，三天，就别嚷嚷了。什么？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？啊，我也去啊，三天，什么都没瞧见过，都往北京来啊，火车也装不下那么些人呢。火车怎么装不下？一列火车啊，是论列吧？啊，对对对。你们的笑点好奇怪呀，各位。是，谁也没想到你说对了。正正经经说相声就不行了，一列火车16节，一般16节，嗯，怎么装不下那么些人？怎么办？加节，哦，加节，哎，多少节？再加16节，32节。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吧。加16节，对，那火车头那拉得动吗？后边弄一火车头推，那直接发2趟不好吗？哎，你这84有点胡天了，你这。反正这么说吧，武汉3天空了。好，赶上拆迁了，您都快空了，都往北京来。哎呦呦呦，这是武汉，是上海戏迷朋友太多了。那上海那都是听戏的，开车、骑车，火车，火车也坐不上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坐飞机。哦，飞机飞过来。飞机上人特别多，飞机上厂长吓坏了。飞机没厂长呢。机长呢？这怎么那么多人呢？你们都要去干什么？啊，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！真行！北京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啊！而且啊，我也去。哦，都听你。都坐飞机啊！飞机也装不下那么些人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飞一个，低了一个。这我理解不了这个。上下铺。上下铺俩飞机飞一个低了一个，哦，上面飞着低了底下这个。对了，那谁先起的飞啊？啊，啊，再吸两口氧吧。这是上海，知道吗？人家没理我，你。我也得理得动你，好家伙，哎。啊，飞机上面都堵机了，我全国的飞机都是上下铺，哦，就堵机了啊，都查在那儿，飞不动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哎，坐不了飞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轮船，啊，港口轮船，大轮船，大轮船也坐不了那么多人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自制小木筏，小木筏，小木，孙悟空，你大师兄，孙悟空，你大师兄。行，讨厌。孙悟空拜师学艺的时候，那个小木筏，啊，去那个奥莱，自制小木筏，哎，一家人蹦到小木筏上，往北京划啊，划得到吗？这个边划还边喊，还喊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。哎呀，啊，
坐不起小木筏怎么办？小门坐不起就别来了。那也得来，那也得来。我们1000块钱干点什么不行呢？怎么办？弄一大木盆啊，往水里一放，怎么样？蹦到大木盆里头啊，弄俩擀面棍，唰，跟水鳖似的。啊，您行了，老缺氧怎么样？就往北京滑呀，这滑得到吗？这滑，边滑边喊呐！啊，还不行，要在北京唱戏。对。啊应该喊救命，我觉着。大爷是特别不好听吗？大爷，正义永远不迟到，我告诉你。我大爷说这不胡说八道吗？大爷后边还有呢，大爷。对，我要不是拿了工资呢，我也走了，我告诉你。这是大轮船，这是上海，还说舔着脸。大爷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大爷上厕所了。是是是是，哎呀！干嘛呢？说呀！我等他回来呢。大爷要不回来呢？大爷是个戏迷呀、啊，一看没有戏迷，就是个老戏迷呀、啊。行行行行，老戏迷心了一会儿。老戏迷，哎呀，到哪儿了？哎。新疆朋友，哎呀，啊，新疆，新疆，哦，新民朋友太多了。是啊，火车可以到啊，大飞机也行，但是飞机天上堵机啊，啊、嗯，堵机啊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，怎么办？骑车推远，我、啊、听什么招？跑步更不可能啊！你说什么招吧？办吧，啊、嗯，窜天猴，这新鲜啊，窜天猴，哎，拿炮崩是怎么着？往身上绑窜天猴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嗯，哎，绑好了自己点，自己点还。省得讹上别人还得，就在这儿啊，鸟儿、哎，一眨来长，鸟儿，一眨来长，好家伙，很刺激，很刺激，啪，点着了，噌，就嚯，就往北京崩啊，往北京窜，愣往北京崩啊，哎呀呀呀，哎，天上正堵机呢，啊，这边瞧，哎，飞过去个什么？过去一个，真热闹，这天上，好，都往北京来了，哎呀，全世界的戏迷都往北京来，就为听你。我找着经理啊！啊，我说经理，咱能不能早开？你看，北京挤满了，都是我的戏迷啊！哎呀，都是我的戏迷，各大酒店满大街都是人呐！哎呀，能不能早开几天？不行，说哪天就哪天。哎，人有规矩，那就等着吧。嗯，开戏的当天，还有3小时，台底下满坑满谷，坐满了，全都是人。哎呦，全都是人，开戏还有。2个多小时，啊，又来了1000多位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！不是，这都坐满了。经理说这没有票了呀，嗯，没有票，要想买票也可以。怎么呢？站票，站票。哎，哦，哪有地方站哪儿？那这站票多少钱呢？就这地方都能站。啊，站票一律1000，没座也1000，不分前后台呀。哦，啊，一律1000。离开戏还有1个多小时。又来了500来位，买票买票、哎、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，3天。这你经理说实在是没有票了，嗯，要想买票也可以，怎么呢？只能蹲票了。蹲票是怎么个蹲法呢？这个人呐、啊、都是上宽下窄，是两个人中间这儿这段不成立啊，我耽误您挣钱了，可能大概来了300来位。这我一人占200位吧，你两个人中间这儿，这儿还有块地方哦，可以往这儿蹲，啊、哦，就蹲着人中间这儿蹲票。这蹲票多少钱、啊？蹲票一律1000。啊？嗯。哎呦，离开戏还有1个小时。是。又来了几百位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！3天。哪儿这么大号召力？经理说实在是没有票了。是啊。要想买票也可以啊，还有这儿趴票了。趴票是怎么趴法呢？这个座位底下呀、啊。怎么又走一个？我马上就说完，大姐，你再忍一会儿行不行？我等你不等你？有打最后一排匍匐前进、嗯，哎，座位底下都是人啊，座位底下当子啊，小心脚底下又一会儿出来人啊，匍匐前进，一直往前排。哎呀，爬到前面，坐着这位不高兴了，怎么呢？哟呵，怎么出来个人呢？啊。土行孙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封神榜呢还。大哥、啊、大哥，我买的趴票。
哎妈！哦，趴票。你买趴票不行啊。嗯。我这脚放哪儿啊？您就放我脑瓜子上吧。嚯！这是你说的啊，放上去了。嗯。刚放上去，这位扒了脚脖子。哎，大哥，大哥。嗯。我先喊个好行吗？您等，戏都没开呢，还没开戏呢，你喊什么好啊？嗯。大哥，我怕我他妈活不到那会儿。好，踩死了一会儿。来，喊吧，喊吧。好。这啊是怎么回事？又踩上了！哎呀，真难受！这趴票多少钱？趴票1000，挨踩的也1000，1000。哎呀，离开戏还有半个小时，是又来了24位，这精准了啊！身上绑着炸药呢，这又可崩来的，哦，就剩24个到这儿了，是不是？买票，我们到这儿可是不容易，我们是崩来的，我们必须要进去。24位幸存者。经理说：“实在是没有票了，是，实在是没有了，这都满满当当了。你看这上上下下，对，怎么了？要想买票也可以，怎么也可以啊？没明白。掉票？谁说的挂票？刚才主持人报幕掉票啊，真较真儿。掉票？这掉哪儿？这个剧场啊，啊上面有8个电扇，哦，8个电扇。哎，我问你，一个电扇几个扇叶？4个。我们那都是10字的。重新说几个扇叶？哎，几个人？3个扇叶。我说了吗？我，你不说我成立不了啊！好，愣来，24个人呢。24个，啊，三个，一个电扇，3个扇叶。哦，这扇叶怎么弄？38多少？38，24。对呀，正好，给他们吊起来。拿绳捆着吊下来，哎，那这吊着多少钱？1050。您等会儿，怎么还涨50啊？绳子钱呢？嘿，什么钱都挣，赶紧打发人去买绳子啊！挨个给他们绑好了，是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好啊，再怎么着？有16位骂街了，怎么骂街了？凭什么他看前头，我们看后头？怎么看后头的？这会儿我才明白啊，电扇啊，3个扇叶，一个冲前，俩冲后。哦，合着有16冲后边待着呢。哎呀，我给他们出一主意，什么主意？把电扇打开。损不损呢你？不能太快，就一档，慢慢转。哎呀好，谁都能看。好，哎，给风干了一会儿。绑好了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啊、开戏？我头出戏什么？什么？武家皮啊！武家坡啊！武家坡呀、啊！啊。一马离了西凉界呀、啊，这得碰头好啊！碰头好，我都弄好了。嗯、往台上一走，底下那个啊，我这还没唱呢，各位，底下都疯了，哎呦，疯了！嚯、哦，趴着那位啊，都疯了，踩在身上的事儿，都疯了。哦，我唱两句啊，打钢。您来，我们听听。一马离了西凉界啊！听的艺术家这什么呀？各位啊，准备好啊，特别好听。嗯，真的无敌了，一定值这钱啊、嗯！一马离了。西凉姐，哦呦，这反祖了，这是，就这么一嗓子、啊，就听台底，哇、哦，这个好啊，这个骂街呀，早该骂你，骂着街就退票，早该退票，这是你们不懂，人家不懂，不懂什么叫京剧，不懂什么叫艺术，哎呀呀，你还别说，怎么呢？这有24位没走，哦，爱听，掉那儿下不来，别说。谢谢，刚才师爷谢金谢老师啊，给大家唱了一段单弦儿，很好听啊。我师父一直在后台听，说呵，一张嘴就是这个谢派，真好。今天呢是大反串，我呢说相声的，这个什么京韵大鼓啊、西客大鼓啊，我最早呢也学过啊，刚来的时候学相声学不会，怎么都学不会。我师父说这怎么办，学京韵吧。哎，去学京韵了，学着学着哎学不会。
真学不会呀，天天挨骂，那会儿真笨。后来我师父说学太平歌词吧，本来想把我轰走，但是我觉得我跟我师父说回家种地也不合适，我师父心软，说就把我留下来了，就学太平歌词。学着学着呢，真学不会，咱有什么说什么，真的不骗各位，真学不会。前面有小辫儿，小辫儿张嘴，呵，高门大嗓唱的又好听又有味儿，自己很自卑，老躲在一个角落里，就不想活。那会儿学不会，我师父说实没辙，你回老家学豫剧吧，你河南人啊，对不对？学豫剧去吧。我说师父啊，真学不会，真学不会。我说你就是个废物嘛，这不就是个废物吗？吃饭的时候好家伙来精神了，各位眼睛都瞪大了，吃饭特别香。实没辙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一天啊，我师父唱了一段这个竹板书，在后台，不是在台上，那天是什么演出来着我忘了，我师父唱了一段这个竹板书，我一听这个好啊，这好听啊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各位，学不会啊，要了我的亲命了。我但是好听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拿一个手机录的音啊，那会儿是一个摩托罗拉，是一个 V3 还是就是那样的，然后底下有个棱角，这翻盖的一个录音机，我搁台上，我给录下来了。怎么那么巧，正好把整段就给录下来，我天天回家听，外放啊，那个手机它没有什么耳机啊，它只有外放，喇叭也特别的惨，就那么听，天天哼啊，真的。三哥住我隔壁，我们住庞各庄啊，庞各庄小院，给我师傅喂狗。那会儿我天天唱，三哥住那屋，唱什么呢？唱的什么呀？我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曲种，但是特别好听。三哥说你不是学不会吗？但是我想学。那会儿烧饼啊住在庞各庄，你知道吗？烧饼呢跟我一样，啥也学不会。我们俩天天玩饼啊，要不咱俩自杀吧。比如说我早有这想法想死去，怎么什么都学不会呢？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睡，那会儿真的啥也学不会，天天就在崩溃的边缘，知道吗？幸好啊饼会打板儿，知道吗？他学过这个打板儿，踏踏踢踏踢踏打板儿。我说我相中了这个竹板书，我说咱俩试试。好哥，咱俩试试。我们俩就在庞庄大院里天天练啊。有一次后来就赶上叫什么宛平啊，是吧？宛平，我你看我师父就在那儿演出，烧饼在台上打板，我唱。要说这个机缘巧合呢，就给了我那一次上台的机会。那在那之前我没有说过相声，你知道吧？也没有太平歌词，当然其他的也学不会嘛，就在台上唱了一回。怎么那么巧，我记得我师娘就在那个角落。我师娘一听下来就跟我说，孩子唱的还你说什么我没听见，但是大家鼓掌了，说什么放弃吧，是吧？我师娘眼泪都下来了，真的。我师娘说板打得真好，但是我没有放弃。但是我师父跟我说，哎，有那么点意思，唱的还真不错。我师父从来没有夸过呀，要不说去年做那个德云逗笑社看了吗？在那个节目里，我师父夸了我一句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你知道我师父夸我们，对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。我师父说唱的还真不错，打那起我就开始学这个竹板书。各位，我来这儿几年，14年到现在17年了。哎，我干嘛来了？我站这干嘛来了？我学不会，17年了，各位。
就学了这么一段。主管说啊，原来我还学过一段叫水漫金山寺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听过，有听过的没有？好，算了啊，也真有啊。真有水漫金山寺，也是我师父在家帮我录的啊。但当然那个我唱过一次，我师父也没有在台上唱过，但是那个太长了，真学不会啊，各位，太长了。我就在台上唱过一次，但是这个要不您各位先下去休息会儿啊。但是真西厢呢，我算是啊唱过，也还不错。几位都累了啊，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吧。这老师您叫什么来着？严平老师。这位呢叫胡子毅。胡子毅。他闺女叫胡雪飞，长得很漂亮。那个那会儿我们住在一起啊，但不是庞各庄啊，他是后来我们那个小院也养狗，你知道吧？他是在那个也在那儿住，天天吃喝啥的。嗯，他跟我师娘弹弦儿那会儿。这位老师，您贵姓？张玉恒张老师。张玉恒老师，胡子毅老师。啊，严平，你看我这个记性，这学不会，我的妈呀！学不会，我们三个人啊，还有一位郎浩辰，刚才唱的那个《连环计》那位，我们四个人下午在一起对词儿。啊，错了。小辫你赶紧啊，你准备一下。我们五个人下午是第一次合作，第一次排练啊。今天呢正式在台上给大家唱这段，不知道好与不好啊，反正最少两三年没唱了啊，因为这几年疫情也没怎么演出啊。原来翻场的时候唱已经好久没唱了，有忘词呢我就直接死去啊。开始吧。我打错了，怨你吧，三位老师，您先别弹了啊，我先进去之后，您再阴着跟，好吧？来，真会，我会。师傅，您别在这儿。盈盈满座，少儿托腮，叫声童娘，你快过来。你姑娘有见这个不明的事，一从头你要讲个明白。你姑娘我是是墨粉，我是从前不白。张君瑞本是一个唐朝的客，咱娘们宋氏三代女全差。唐宋相隔有这200载，何人编出这部西厢来？君子
京来，河南来了一位关公子，关汉卿青山万水进了京来，老爷贪赃吐了悔，去了人家的好文那财，三长没把公子来中，回家门坐在小说斋，今天思来他是明天想，一怒才写出这部西厢来。西厢下院留下了诗句，字字行行是看个明白，首一句但愿西厢下，二一句迎风不翻那开，三一句愿意那叫花影动，四一句一世与人那来，我的小姐呀真是真那来，这个家是家，黑是黑来着白是着白，贞洁女总是那叫贞洁女，下贱才总是这个下贱那才，真金不怕烈火来炼，脚正哪怕那绣鞋歪，夜明珠未出土真假难辨，单巴掌拍不响你愿着谁呀来，聪明的红娘嘴尖舌快，几句话把西厢他给来拆开。今天很多人都翻场啊，我别的不会，再会只有五环之歌了啊！这是古曲，这是古曲。我师父说了，谁唱别的立马扣钱。哎，这场的钱已经发了是吧？啊！行了，这世界很酷。下面请您欣赏《当行论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耶、yeah. ！谢谢谢谢。嘿、hey. ，得谁爱谁。谢谢，感谢啊！今天是我们天津德云社开业的第二天，对，第二场演出，满坑满谷的观众，还有二楼也有朋友哈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贵不贵啊？那个，坐着呢。二楼听说是不是比楼下票价要贵一点，对吗？没关系，能抢到就不错，对不对？刚才二位说了一段我们后台不错的两个演员，是逗哏的叫张九龄，捧哏的叫王九龙。对，张九龄是我们新任的九队队长，为了天津成立的九队啊，这辈子我都没有当过队长啊、你当了队长，二位说了一段下去休息一下，是又把我们俩换上来了，该我们俩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啊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很年轻啊，今年本命年36岁，我叫岳云鹏，没有什么名气啊。今天还真是本命年啊。对啊，本命年啊，还真没有什么名气。
这是我的搭档啊，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说一段相声。哎，我名字说出来，你他叫孙越。哎，这个相声啊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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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小心眼儿是吧？对呀，啊，没有法儿不小心眼儿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混了那么多年，连个掌声都没有。嗨，这不过劲儿了吗？我们俩给大家说相声。是，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您说说。喜欢听相声。对了，有的朋友说你们相声是一门生意。哎，生意啊，靠相声赚钱。是，其实不是生意。怎么呢？相声就是诈骗，相声就是，哎哎哎，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。出去报警去怎么办？一会儿就是一种手段。哎，对了，什么是生意呢？您说说。生出一个主意赚您的钱。哦，这叫生意。这叫生意，又叫买卖。哟呵，买和卖之间，我先买再卖，从中啊赚取这个利润。哦，有买有卖。哎，有买有卖。这个我们这个相声啊，又不是买卖，又不是生意。嗯，相声是手艺。什么叫手艺？哎，第一排一大哥满脸懵，就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是手艺呢？啊，您说戴着口罩都瞧得见去。这是我的一种表演方式嘛。是是是。哎，手艺是什么呢？脸熟。哦，脸熟是一宝。我就卖这张脸。哎，对了，你看我现在虽然是什么大明星，但我从来我不说，知道吧？不说。我们刚说完，走上台，大家都认识，脸熟，但是没人鼓掌啊。即使他不认识，叫不上名字，他也脸熟。啊，对对，照影子能看见。对对，我们俩走上台，哎，这逗哏的，这谁来着？你看，哎呀，还挺熟，上过好几次春晚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哎呀，好，哦，岳云鹏，哎，想起来了，哎，他能想起来，啊，是脸熟啊，脸熟，嗯，孙老师也是，是啊，一提孙老师的名字，大家热情的鼓掌，脸熟是一宝，行了行了，过去了过去了，我还以为他们忘了呢，哎。还有他刚才提到这个买卖分很多种。哎，您说说，有赚钱的买卖，有不赚钱的买卖，抬头的买卖，低头的买卖，哦，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，很多种。哦，怎么这么乱呀？哎，刚才可能最后那个呢，大家听得比较诧异。哎，您说，什么叫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呢？怎么气死人的呢？怎么还有如此玄乎的买卖呢？哎呀，我给您解释一下，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。您说说，不是现在，啊，当然现在也有啊。哦，现在也有。过去什么时候？当铺。哦，那个老年间了。哎，对了，现在也有那个典当行，天津有吧？有有有。啊，天津也有这个典当行，连锁的。对，过去叫当铺。那是。哎，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《九九归一》，大伙看过吗？没有吧？没关系，太老了，没关系。他讲的就是当铺的故事。哦，就是卖当铺的。嗯，一进去之后呢，感觉特别的压抑，灯光也不是特别的亮。哦，关键是有一个特别高的柜台。哦，就那个大柜台，一人多高。哇，那干嘛那么高啊？哎，这是有讲究的。您说说。因为这个掌柜的呀，嗯，特别的气人。最早栏柜没有这么高，正常的栏柜嘛，也就是80公分高。哎，也就是这么高。嗯，正常栏柜，掌柜的气人，导致柜台越来越高。为什么呢？您说说。比如说啊，嗯，开张了，人家来当东西。哦，当东西。比如说当把扇子。哦，折扇。你看这个扇子，嗯，这位接过来问人家当多少。是。当多少不就问不就完了吗？说话呀。拉长音。干嘛拉长音？他们这行的规矩。这规矩。旁边有个写当的先生让他注意，这儿来人了。哦，写当票的。哎，对了。嗯。哇，你瞧这模样。当东。少，听着就气人，我告诉你。他问人家当多少？是，这位说，哎，您给写20吧。20块钱。20干脆。当了。不要。不要你干脆什么呀？不要，您说就完了。干脆什么呀？对呀。啊，您不要，您给多少钱呢？给多少钱呢？5毛。按提成那么来的。多少？20给5毛。20块钱都你给5毛钱？啊，我抽死你。呦呵，这位，哎呀，他抽我。好，改不过来了。来个，现在这相声没法说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想看抽你，就喜欢看犯骚。你说这什么，啊，什么词儿？这叫这
怎么弄怎么弄。对，来一个。我是一个有原则的演员，你知道吗？是个尊严的演员。可抽我，怎么追也追不上啊？柜台挡着呢。哦，给拦住了。想出一个方法。是柜台啊，长高一截啊，就不好抬手了。哎，第二天又来一位，又来一位，还是当扇子。您给看这个，夏天的事儿。当多少？还这样。您给写二十吧，二十干脆。当了得了。不要。还不要。那您给多少钱呢？嗯，五毛。认准了。多少？五毛。二十块钱东西给五毛钱？是。我抽死你！这不小心他又抽我，怎么办？真欠抽。这位拿起东西走了。啊，走吧走吧。他追也追不上，是只能把这柜台啊长得特别高，就打不着了。三一天又来一位，谁？大高个儿。大高个儿，嘿，您给看这个，是当多少？想起疼来了。二十。二十干脆不要。你说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五毛。认准了。我抽你。好的嘞。拿起人走了。好，又抽我。哎呀，追也追不上，没办法，是只能把这柜台啊长得特别高。是这个道理。一人多高。哦，我对这个特别的了解。是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后台原来有个演员叫李文山。哦，李先生。李文山的父亲李小山当时啊是一个无业游民。他们家都倒着排是吧？李文山的父亲叫李小山，那是儿子，那是，你别倒着排呀、啊。反正李三爷啊，李三啊，行三，哎、哦，李三爷，当时是一个无业游民，三爷没有工作，哎呀，想找一个工作，找了找去，找了找去，找到一家当铺，应聘去了。这个李三爷本身说话就慢，慢性子啊，他问人家经理，嗯，经理，哎呦，我想找工作，天生干这个的。哎、经理一听，这位。说话这么慢，嗯，甭问呢，别的当铺干过啊？你能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行。我什么活都行。他什么都行，其实是示弱。示弱什么意思？在经理看来啊，他是自信。嗯，哎，甭问别的当铺干过，他什么都能干。哦，什么活都能行。行了，来我们这儿干吧。哎呦，你盯三柜。对，什么叫三柜？哎，分头等柜、二等柜、三等柜。您说说。头等柜房契，特别值钱的东西。哦、房契地契。哎，头等柜去当。二等柜珍珠玛瑙。哦，也是值钱的东西。金银珠宝。二等柜去当。三等。三等柜呢，就是平常老百姓家里用的东西。哦，日用百货。你看三柜吧。哎呦，三柜。嗯。哇、哦，怎么了？可以。真应了。应了。哎呦，有工作了。三爷胆儿太大。嗯，搬个凳子，就上岗了。干嘛搬个凳子？柜台特别高、啊。哦，对对，好好。哎，搬个凳子，站着那儿的。跟旁边有个写档的，跟人握握手、哦，聊聊天，这个熟悉一下，哦、就上岗了。是，朋友们，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。过去穷人多，真来了当东西的了。嗯，人家这位是怎么回事呢？家里老母亲病了，哎呀，急等着用钱。是，这位呢，原来戏班的，戏班唱戏的。哎，不是唱戏的，嗯、这个乐队的。木点乐队这帮人，哎，哦、当一个什么呀？挠脖，挠脖，铜镲，哦，就那个唰唰，哦，蓝布包着，蓝布包，心里很难过，是，抱着就过来了，救命钱，抬头一看，嗯、这位李三爷，哇，那还得递上去啊，瞧瞧吧，柜台高啊，嗯，心里难过，是，哎，又嚯，再给扔过去，我扔，走你。跳过去了，别那么多话，就搁那儿了。搁那儿，我怕他们睡了。这位一瞧，他打开啊，是打开之前，他唱，当多少？唱当，嗯，当多少？嗯，哎，来拐弯了，哎，拐弯拉下来了这个音儿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东西他不认识，不是这挠脖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哎呦，有的朋友说现在谁不认识？嗯，过去看戏啊，嗯，乐队你是看不见的呀。乐队得侧木条啊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这不认识，没见过，怎么办？啊，你说这东西不认识不行啊。旁边经理盯着呢，我头一桩买卖呀。哎呦，直接说不认识那不行。就那怎么着？他想出一好主意。您说，他问人家当多少？嗯，人家肯定报价，一报价我狠狠的往下压价。哦，这他们这行的规矩是往狠了压。这位肯定就不当了，拿起东西你走，
我等下一位，那就不用说是什么了。哎，多好的主意啊！聪明啊！当多少？啊，当多少？这个东西新的挺贵的啊，您给写30块钱吧。铜的，我急等着用钱啊。是是是，30，30干脆不要啊，不要。我也猜到了啊，我猜到了。那您说给多少钱吧？多少钱？5毛。跟扇子一个价。多少？5毛啊。30块钱东西啊，给5毛钱。嗯，均价。我当了。啊，当了。什么？不是，30块钱5毛当。你再说一遍。都不相信自己了。那我们开心呢？啊，谁拿你开心了？再说一遍，我也当了。我急等着用钱，5毛钱也是钱呢。抓副药是副药，要不你再想一想。还劝人家呢？想什么？我不想了，不想了，当了。嗯，他为什么这么为难呢？嗯，他得唱出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说名字。旁边这个写蛋的，他得写呀。啊，人家写完了，撕下来，他给人钱呀。得当票，人家当了，嗯，那也得唱啊。唱。写。那怎么唱？准备好了，早就准备好了。你新来的，我都特别喜欢跟新来的合作啊，一般都特别有意思。唱吧，是什么东西？哎呦呵，我在等你。哎呀，写到了还真喜庆。写，嗯，他很聪明。怎么呢？临时现编呢，他给编了一个名字。不是，这还能编上来？能编上来。哎呦，写啊，怎么编？缺箍短派，短派。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儿，什么？铜草帽？铜草帽？啊，是铜的呀，是草的呀？你别纠结这个了。平时不能戴吗？啊，非得救火的时候戴吗？那不烫死了吗？如果是铜的，那肯定很烫啊。这废话嘛，这不是。你真有意思。哎呀，我特别喜欢你这样的幽默的人。这是幽默呀。写完了撕下来递过去。写完了，这位接过来啊，拿着当票得换钱呀。嗯，接过来当东西的啊，也犯愣。铜草帽啊，铜那是草的，我没戴过呀。行，就别重复了啊。真有意思。嗯，你是个演员吧？嗨，喜剧演员。嗯，换了钱回家了。是，转过天来人家又来了。干嘛又来呀？5毛钱不够用啊，还得当。得当啊。哎呀，当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单皮鼓。哦，戏台上单皮鼓。哎，小哒哒哒哒哒。哎呦，哎，蓝布包着就过来了。过来瞧，不是你？怎么呢？我找铜草帽。干嘛还认准李三爷了？他比较有意思。哎呀呵，虽然他给的低，但是我喜欢他。哎呦呀，花5毛钱买个乐呗。李三爷就过来了，往那一站，嗯，好像是你的粉丝啊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哎，行了，就柜台这儿见的。对，找的就是你。是，走你。哟呵，哎，又递上去了。这次来呢，就不像昨天那么的难过了。哎呦呵，兴许他在等一个什么东西。是是是是，知道吧？打开，当多少？一听这就知道不认识，还是不认识。哎呀，很正常啊，按照昨天的方法来。又来问人家当多少。嗯，当多少？40。哦，这个比昨天那个贵。40了。对，贵。哎，这贵。40。40干脆不要啊。我知道。你喝。我知道。那当出理来了。你给多少？嗯，4毛。人家长他还往家唠呢。好的，大哥不讲理了啊。对呀，昨天还5毛呢，今儿4毛啊，这过了分了。这个当了。呀，当了。这位多缺钱呀。这是唱当吧。唱当吧。你再琢磨琢磨。别劝人家了。我不琢磨，当了。当4毛钱也是钱啊。鞋抓点钥匙，还在前边呢。嗯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哎呦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嗯，昨天回家跟我媳妇一说铜草帽，嗯，我们俩乐半天。
解了闷儿。我跟我媳妇笑点都特别的低呀、啊。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，童枣帽还救火用的。今天是个什么东西？赶紧唱，我等不及了。捡乐的，去你的吧！这叫什么话？写写，现编的。唱啊！岁暮传旧。钉子拼凑，钉子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一个，小皮洗脸盆什么？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啊，是这么说的，大哥。啊，你莫名的戳中了我的笑点。对，笑点太低了。小皮洗脸盆能装水吗？装水，装水不响了。还得旅行，平时不能用吗？肯定旅行用啊。这有意思，多少钱呢？啊，四毛，真便宜。嘿，您收的东西倒是便宜啊。对，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撕下来递过去。这位接过来。啊，什么？又来一个。什么？是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。对，真有意思啊。嗯，你肯定是说相声的。对，他儿子是。你爸爸还是个捧哏的啊，真是，真有意思。嗯，拿着钱回家了。是，转过天又来了。干嘛又来呀？九毛钱不够用的呀。啊，你要这么当去，妈就死了。我跟你说，老太太等不及了。哎，哎呀，这位抱着东西又来了。叫什么呀？这回啊，嗯，是一面锣。哦，戏台上的大铜锣。大铜锣。哦，这大伙都见过吧？这都认识。哎，蓝布包的。嗯。哎，对，就是你，咱就是找的就是你，来，走你。好的嘞，这回都，这回打开一瞧，还是不认识，就没见过戏班。我跟你说，当多少？无所谓，无所谓的，无所谓，给多少都行。你肯定是狠狠的压价。对，我就报个五十吧。又涨五十，干脆，我知道你不要。哎，这好，不用干脆。嗯，给多少？给多少？三毛。又降一毛，当了，当了，好，赶紧唱当，它是个什么东西，我等不及了，非得听听，一会儿我就赎回来，我就为了这个过程，这不起哄吗？快点，三毛，嗯，你去死吧你，怎么说人主顾呢？写写吧，早我就准备好了，哎，对。昨天晚上回家跟我媳妇一聊，嗯，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，我们俩又露半宿，哈哈，太有意思了。今天是个什么东西？赶紧唱当。哎呀，写，快写，来吧，唱吧。废铜烂铁打造，废铜烂铁，野炊用的大铜饼铛一个，大铜饼铛，大铜饼铛，那搁上去不就糊了吗？跟草帽一个原理啊。还野炊用的啊，平时不能用吗？肯定出门用呗。又是野炊又是旅行，啊，还救火。这出门出去着火了呗，那就是。这有意思，多少钱呢？嗯，三毛。真便宜，真不贵，刷刷点点写完了撕下来递过去。野炊用的大铜饼铛。对，烙饼用的。有意思啊。啊，你等着我。怎么呢？你等着我。干嘛等着你？我现在就找东西去。上瘾了，这位，这位当时就回家了。哎呀，找东西去了，找啊，找了找去，找了找去，你还别说，怎么呢？真找着一样东西，找着什么呀？帽镜，哦，老式的帽镜，现在不多见了啊。嗯，过去有帽镜，打这边看呢是一个镜子，打后边看是木头，就箱子木头上的镜子。哎，箱子里头。对对对，抱着就过来了，抱着抱着啊，嗯，镜面冲着自己，啊，怕脆了，怕脆了。嗯，你别闹啊，别闹，你别闹啊。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呦呵，一会儿我就知道了。哎呀。当铺该起名圈了，抱着就过来了。哎呀，哎，就是你 啊，还等着我呢。三爷，走你，递给他们，递上去了。嗯，不用蓝布包着，肯定不认识，肯定不认识，因为背面对着他。啊，是是。当多少？给钱就当。你喝，我就为听他的名字。对，就为抻练你来的。一毛无所谓。哎呦呦呵，无所谓，赶紧唱当。就为听那个。写。准备好了，哎，对，准备好了，大铜饼铛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赶紧唱当，我等不及了。得让你们俩挤得死他。写写吧，缺砖短瓦，短瓦，木头小影子一个，木头小影子，木头小影子，
哎呦，多少钱呢？一毛，刷刷点点正要写，真便宜。这位他的收档啊，是啊，得把这东西收回来呀、啊。是啊，一收不要紧，怎么呢？镜面冲着自己了，哦，镜面里转过来了，这就认识了。别忙，还有，还有，内有八仙桌子一张，椅子两把，暖瓶一个，嘿，内有一人。好像是我、我怎么瞧他、他怎么瞧我、这是个镜子，瞧出来了。